各位看一下，当我们把 Chromebook 打开的时候，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哦。我们刚设定的我们 Chromebook 的桌布，对不对？那刚有做一些设定，所以开机它会有显示一下下。来，各位看一下，有看到背景吗？像背景就是我们的桌布，这地方后面就会显示的这个新北市昌福国小